dem Feind gelungen, die Front in breiter Formation zu durchbrechen. Im Süden hat der Gegner Zossen genommen und stößt auf Stahnsdorf vor. Der Feind operiert jetzt am nördlichen Stadtrand zwischen Frohnau und Pankow. Und im Osten ist der Feind bis zur Linie Lichtenberg-Mahlsdorf-Karlshorst gelangt. Mit dem Angriff Steiners wird das alles in Ordnung kommen. Mein Führer, Steiner... Steiner konnte nicht genügend Kräfte für einen Angriff massieren. Der Angriff Steiner ist nicht erfolgt. Es bleiben im Raum Keitel, Jodl, Krebs und Burgdorf. Das war ein Befehl! Der Angriff Steiners war ein Befehl! Wer schickt sie? Das hier ist Wagen! Sie mein Befehl zu ihr sein! Das einfach gekommen. Das Militär hat mich belogen! Jeder hat mich belogen, sogar die SS! Die gesamte Generalität ist nichts weiter als ein Haufen niederträchtiger, treuloser Feiglinge! Mein Führer, ich kan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Soldaten, die für Sie verbringen... Nicht als Feiglinge! Verräter, Versager! Mein Führer, was Sie da sagen, ist ungeheuerlich! Die Generalität ist das Geschmeiß des deutschen Volkes! Sie ist ohne Ehre! Sie nennen sich Generale, weil Sie Jahre auf Militärakademien zugebracht haben, nur um zu lernen, wie man Messer und Gabel hält. Jahrelang hat das Militär meine Aktionen nur behindert. Es hat mich jeden nur als Widerstand in den Weg gelegt. Ich hätte gut daran getan, von Jahren alle höheren Offiziere registrieren zu lassen, wie Stalin. Ich war nie auf einer Akademie. Und doch habe ich allein auf mich gestellt, ganz Europa erobert. Verräter! Von allem Anfang an bin ich... Mein Führer. Steiner. Steiner konnte nicht genügend Kräfte verändern.登录钓鱼台 Facebook 打卡，快快来！你中港台澳政府袖手旁观，在缺水缺粮之下，真正爱国据地，趁下午4:30终于成功抢滩，16年后再次登上钓鱼台，宣示主权。香港哥哥，系信有分队啊，系防卫队有成4-50人，有三冇，入边有6-7只艇，每只艇有8-9个人，系，我哋都系直接冇牌嘅。7个保钓人士带住5星旗、5000白日满地红旗，慢慢行上岸，船长杨康仲即时上 Facebook 打卡添。我现在看到的五星红旗呢，现在已经上了这个钓鱼岛。其中一名仿钓人士呢，试图把这个五星红旗呢插上岛上的。冲绳县警方好快将他们包围，仲以非法入境罪拘捕其中5个人，夜晚仲拉埋其余9人，包括4个船员同2个记者，之后会遣送翻香港。香港保钓船启封以后，在昨日中午进入钓鱼台50海里范围，包围的日本舰艇增加到9艘，还有直升机监视，不知被水炮射啊！所以呢，日本的保安舰呢，应该说是轮番上阵，从左侧、从右侧不断的撞击启封二号。日方又派出快艇，企图强行登上保钓船，入制造大浪，但最终又拦又警告都冇用，被启封以后突围上到岸啊！做贼的人抢了人家的山头，就当自己的。
咁我哋去翻自己咧就变咗做贼。咁呢个系全无理由嘅事嚟嘅。佢哋嬲嘅唔知系日本啊！上次去送 CY， 要求佢揾解放军护航已经冇声气，佢哋要孤军作战。而家人又拉埋，中英亦都冇就点样营救表态。香港疫检署仲只系派咗两个人嚟中京协助咋。外国就系咁嘅下场。香港保钓船启风二号由今天凌晨离开了台湾，直到下午四点半左右成功登上了钓鱼岛。以下一起来回顾一下启风二号登岛时间表。启风二号在十五号凌晨越过彭佳屿后，台湾便派出两艘护航舰紧随其后，直至凌晨两点左右才离开。在航行十多个小时后，启风二号在北京时间下午大约两点五十一分进入了距离钓鱼岛十二海里的水域。日本保安厅声称启风二号已进入日本领海，并派出多艘巡视船拦截，其后更以高压水炮以撞击的方式攻击启风二号。纠缠多个小时后，启风二号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终于成功突破日本的防线，并采取了冲滩的方式冲上钓鱼岛。而船上七名保钓人士在启风号搁浅后随即跳下船，成功涉水登岛，唱国歌及插上五星红旗。日本保安厅人员其后出手阻挠，并于下午5点30分宣布，日本冲绳警方已正式以不法入国罪拘捕登岛的保钓人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钓鱼岛主权争端震荡中日关系，其中的关键人物主张筹款买下钓鱼岛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成为这波外交争议的焦点人物。被中共官方媒体称为反华分子的他到底是怎样的人物？本着尊重新闻真相的精神，为了向观众提供更充分而平衡的信息，新唐人特别独家专访了石原慎太郎。针对中共官方媒体描绘成反华政客、军国主义复苏，石原慎太郎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は軍国主義じゃないんですか？共産軍国主義じゃないですか？身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参拜靖国神社，每每成为媒体焦点，是否意味着不肯承认日本早期军国主义的罪行？石原有话对中国民众说：“私はね、靖国神社にね。”あの戦争に対して非常に大きな責任を持っている永久戦犯とされた人たちをですね、待つ、後になって一緒に待ってたのは間違いだと思ってます。それはね、私のね、の家内のね、要するにお父さんもね、私の奥さん家内がね、お母さんのお腹に行った時にね、向こうで死にました。それからね、兄さんもまだ2歳ぐらいの時ですからね、お父さんなんか覚えてません。で私のまたいとこ二人はですね、海軍でしたけどね、戦争で亡くなりましたね。でね、やっぱりそれはね、非常にみんなね、気の毒な死に方したんでね、あの戦争に対する責任者ってのは、私は、ね、責任を負う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まで一緒に祀ったってのは、私は間違い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もね、私はね、私も知らなかったね、私の家内のお父さんとかね、亡くなったまたいとこ二人に会いに行きますから、参拝しに行きますよ。钓鱼岛掀波澜，石原说，原本致力中日经济交流的他，在钓鱼岛事件后，从被中共拉拢的对象，瞬间被打成反华的右翼。東京にある小さな企業を持っている先端技術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ね。で、日本の政府がバカだからね、これね、要するに誠意にしない。私はね、もう品でね、それをね、企業化してね。製品にしたらね、両方とも助かると思った。ファンドを作ろうと思った。その時はね、大歓迎してね、私の大特集をやったんですよ。その雑誌は。ね。それでね、私はね、それは日本の中小、東京の中小企業にとってもいいしね、市内にとってもね、い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んでね、ファンドを作ってやろうと思いましたらね、尖閣で衝突事件が起こったんでしょ。私は尖閣の問題ずっと国会議員の頃から手掛けてきましたからね、それは許せないと思ってね、その話切ったんです。途端にね、僕はなんかね、右翼の代表で反中国になったみたいとかね、要するに、そういう国ですよ。
所以政権ですよ。共産党政権的。被中国媒体形容为反华分子，石原强调自己喜爱中华文化，但对中国共产党深恶痛绝。私はでもね、やっぱりね、西洋の文化好きですよ。昔の小説好きだしね。それから僕なんか漢字の素養を随分教えられたから、自分自身でどういうのかな、五言絶句、七言絶句作ったりしましたしね。僕は共産主義嫌いなの。人を人と思わないしね。選ばれた一部の幹部のためにですね、国民を刺激するね、犠牲にしても帰りにない。ですからね、賄賂も、汚職も多いしね、やっぱりみんなね、その政権って腐敗してますよ、中からね。だって今の中国の市の政府見たらそうじゃないですか。石原认为，中国未来的接班人，除非放弃共产党，才值得期待。誰が変わろうとね、習近平がね、要するに共産党を解党しますと、共産主義やめますったら期待を持つ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ね。とてもそこまで言えはしないでしょう。それを言って行ったら、彼は本当の革命家になれるわな。新唐人独家专访，更精彩的访谈，10月14号美东时间早上8点，《事实关心》节目将完整呈现。您所不知道的石原慎太郎。新唐人电视铃木法子、刘茂果，日本采访报道。你要红，其实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很踏实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如果你想偷懒也可以。另外一种方法，只需要台下一分钟，不需要10年功。你们觉得是我的强敌吗？丑跟白痴啊，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白痴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小丑知道，他下班了他就会停止。台上是说台下一定反向了。我高前的你咩身世落落皮啊？我住九龙塘，你住边度啊？我唔猛咧，我就唔系人。我啲黐线嘅个，哇！好啦，暗春咗啦，系啊，收皮啊，我真系收皮啦，大佬。3年后你仲喺度先同我讲啦。喂，呢句插，呢句骂仗，呢句插咗，呢句插咗去。喂喂，插爆你支咪。我都感受到有啲压力，因为咧，即系演技咧，其实喺我之上。我又唔知佢讲乜，就系知道佢讲得唔系几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意见。当然我会觉得就系话，从嗰个讲法里边最重要一样嘅，冇伤害人哋嘅啫。如果太伤害嘅时候，咪讲少啲。一刻嘅心情，我真系冇办法只用言语嚟到表达。我想唱只歌。咩啊？忐忑。我成日都道歉噶啦，啲人做错事都唔系第一次啦，即系希望唔好成日错啦，即系要管理下自己嗰个平时嗰个言行举止，即系我觉得系嘛，咁大个人做任何事情，自己都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啦，系嘛，即系你话如果要人哋讲到话应唔应该做，咁就差啲啦，系嘛。即係唔係細路啦嘛？如果係真係佢係咁講咧，就我覺得佢唔係太成熟啦。對於面對呢件事，就小朋友咗啲啦。何必要怪我？即係我就係形容啊，好核突嘅，好似一堆蒼蠅啦，嬲住一堆糞便咁，用奇味無窮。有個人行過，佢覺得呢個人會搶佢呢嚿嘢。仇视佢，然之后嗡咁喺度闹。所以我唔明啊，旧年仲有人去搞咩保卫钓鱼台，
喂，咁嗰陣時英國人夠有個叫做福克蘭事件啦，你唔去保衞福克蘭？我嗰陣時真係識個人去保衞福克蘭，我福到佢爛啊！我認為在香港有任何人竟然公開咁樣夠膽宣稱自己愛國咧，就等於啲人夠膽公開宣稱自己係黑社會一樣，應該拉咗佢。真正嘅罪名係辱罵。黑社會都有愛國分子雙重辱罵。好啦，因為你仲係愛咩國啫？個宗主國嚟噶嘛？呢個擺明叫擦鞋，係咪先？好啦，咁你擦鞋都唔緊要啦，你唔使下下揾條命去搏噶嘛。咁你真係死咗一個啦，係咪？釣魚台死咗一個，其他啲人仲要去喎。不過呢次去強調就唔同啦。嗱，呢次我哋去咧，最緊要咧就安全第一，最緊要安全翻嚟。我真係認為，如果你真係要咁安全，唔去咪安全啫。唔係，一唔係保衞宋王台啊，保衞宋王台都安全。咁然後嗰啲人就去到掟嘢蛋，企下。走了。喂，你係咪起碼可以露下型啊？嚇，早船去晚船返，釣魚台旅行團。各位，九七已經到咗啦，我哋呢一隻田雞已經殺到熟曬啦。而家時代嘅大勢係點樣？我話俾大家聽。